Australian English. Australian. Hey, mate, what are you doing? Want to see my thongs? No! Yes, yes. Could you pass the coffee, dear? 有画面感了. Make sens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Very, very local. 英文难不难? Hi,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英文难不难. 今天我们又很高兴地请来了Ben.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盘点一下，那些被澳洲人高频使用，但是你却无法用中文直接翻译出来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我在这里有一些总结啊，第一个 ，no worries, no stress, no drama。 这个我一听就觉得哇，特别接地气。啊、no worries, no drama， 这些说法。 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都用，就比方说碰到一个人了 ，I'm really sorry. Oh, sorry, no worries. 或者 Can you help me, lift this? Yeah, no worries. 哦，no drama. 对，意思是什么？就没事儿。第二个高频词汇 ，grab. Wow, 这个词非常非常的接地气，非常 Australi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喜欢我的口音吗？喜欢。这个 grab 呢，它首先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说 to get or to have. 比方说 ，Do you want to grab a coffee with me？ 哦，也可以说 Do you want to grab a bite to eat？ Or do you want to go grab a bite？ Grab a bite 可能就是去吃点东西。对，grab a bite， grab a bite to eat 。所以你说这个用中文怎么翻？太有画面感了。对，grab a bite， 其实它是很形象的，对不对？这个它比较轻松啊。如果你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地方，那你就可以说 Could I please have？ 哦，我懂了 ，grab 其实是一个非正式的、非常口语化、非正式的表达。下一个也是 Vanessa 有经常问到我的，就是也是我经常听身边朋友说的 kind of, sort of， 确实有件事啊，不得不承认，就是孩子的英语学习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快，我的两个儿子在这一年已经快成小 Aussie 了。你们这个周末过得开心吗？ Kind of，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比方说。 Do you feel happy today? Kinda. Kinda. 这个时候表达的意思是马马虎虎。对，然后 kind of 是这个正确的说法，但是我们会把它简称 k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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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like playing tennis? Kinda. 就是还可以，还行吧。还可以，还行。对，还行。下一个 make sense. Cave, it's time to sleep. It doesn't make sense. Also very, very local. 那我能不能回答 gotcha? 可以，这个也非常接地气。 Gotcha. Make sens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然后我觉得好像澳洲人也很喜欢说 mate and bro. Mate. Mate and bro. 这个 mate 有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语气。注意语气怎么说？ 因为 mate 有的时候可以比较凶，就 Hey mate, what are you doing? 这就是表达生气的意思了。这跟中文一样，哎，兄弟，你干嘛？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也 OK. G'day, mate. How are ya? 这是很友好的。 Do you want some help, mate? 所以 mate 是非常常见，就当你不知道他名字或者不知道该喊他什么，就可以用 mate。那 bro 也是这样的吗？所以也是都可以用。但是 bro， 我感觉是年轻人用的多一点。No way, bro. I wanna. 很多中文人喜欢用 D blah blah D， 我只会在写正式的邮件才会用，一般澳洲人不怎么用，除非是我奶奶。Could you pass the coffee, D？ 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盘点的这些词汇，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因为地域性不同，在英文当中会有不同意思的词汇。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 thong。 哦，对了，但这个不仅仅是。 可能中国人觉得很奇怪， okay. 我的美国朋友也觉得很奇怪。澳洲人听成这个就会觉得，是你穿的这种鞋子，但是在美国截然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呢？是什么？是钉子裤，对吧？所以呢，我第一次跟我美国朋友就跟他说 ，Can I wear thongs today？ 你想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脸都红了。对 ，Do you want to see my thongs？ No!
Yes, yes. 那我们今天也讲到了很多就是被澳洲人高频使用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词组和表达方式。那经过了我们今天的讨论， Vanessa, 学英语难吗？没有那么难吧。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让我们好好学英文，然后从学英文的过程当中了解更多澳洲生活和文化的趣事。英文难不难？拜拜。See you later, guys. Bye.